放暑假了，拜托你们放暑假还是要看我们娱乐百分百好吗？放暑假看百分百之余，我的电影感觉快要上映了。八月十七号，真的是，我跟你们分享我最近，因为我是不是有点烧心啊？对，因为昨天看足球看太多，脚太累，哦，有，就这样叫。然后因为我最近去配电影的音嘛，就是配斗鱼的音，然后我在配音的时候。我突然回不去以前那个状态，为什么？因为过了太久了，就我那要配那个音，然后那个配音说，你可以再稍微凶一点吗？对，就我发现我已经回不去那个很凶的感觉了。用演的也演不到了吗？我那时候没有什么在演，我是很真的是变成那一个人，然后他们就说哦，然后后来但是配到后期的时候就慢慢回去回来了，因为我现在在拍的戏是属于比较。可爱比较活泼一点的角色，就是太融入，到突然一个很可爱的角色去配豹哥的音的时候，他们一开始说，这好像没有到很熟，你可以再换一个感觉。然后后来就到后面的时候就 OK 了。你再说一次什么时候上斗鱼？8月17号。8月17号。然后我这样看我自己那片段，我自己有吓到自己，演得那么好，就我会觉得说，我自己觉得这个那个人不是我。那就代表很成功啊。谢谢。开心，刚刚那个笑也太憨厚了，反差也太大。我很期待，而且因为最近那个前导的预告有出来了。你有吃东西吗？吃什么？嘴巴里啊？没有啊。哦，是啊，因为我怎么听你讲话好像嘴巴里有含东西？没有啊。是啊。还是因为我最近声音比较烧瞎的感觉。可能是烧瞎的关系。对啊，你有看到预告吗？说斗鱼吗？对啊。还没。我发这么奇，你每一天我都去按赞，然后你竟然这样对我，我还想说凯乐会不会来给我按赞？我有按吧，我没按吧，怎么可能？你没有按，从我们上次吵架之后，你一个赞都没有按。你有在统计哦？我在看。你干嘛统计这个？我有按吧，怎么可能没按？你按我多少，我就回按你多少，是不是没有按？秋，我最近发了5篇的斗鱼，凯乐一个都没有的。你是不是还在生气呢？网友们，我们和好了，不要再比战了，好吗？哥要上榜的不是皮带，而是等等要跟我满箱奔跑的机器。对，这个按赞很好，好吧？这个到时候我再跟大家分享，这个是很好玩。哇！你们觉得今天阿根廷会像我这拳打爆法国吗？按赞。阿根廷输了，各位。你是赌阿根廷吗？对。会输多少？很多。小朋友。世足赛要到了，小心你们的用钱哦！不要乱来哦！不要赌博，不要支持运彩。不好意思，我们没有时间，我边按赞边看新闻，好吧？来，我们来看全新单元，带我去打卡，我们两个 PK 李玉玺夹娃娃，看一下，按赞。带我去打卡耶！对，我们先带大家来夹娃娃店打卡。对，因为现在阿喵，不论去哪里吃什么、玩什么都要打卡。那我们今天邀请了一个帅哥，听说他蛮会夹娃娃的。一起来欢迎李玉玺。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李玉玺。夹娃娃不 OK？ 没有，平常没有什么在夹。我们今天的惩罚蛮有趣的。我们今天惩罚，如果最输的人，我们要跑到正中间马路中间，然后大喊说，比如说我是谁谁谁，我最不会夹娃娃机，我好烂。好丢脸。实力应该差不多。我们比赛一下。好，来。夹娃娃之神。这就是打卡。应该是谁？我们今天有发钱，一人有100块，代表我们一个人只有14的机会。哎，如果我们把这100块就收到包包里，然后就回家，可以，不然我们现在就走，就收工。你有没有打眼？就这样走啊？我怎么没有打眼？对啊，我们300块可以去买吃的。A 100块。好了，那我们就一人100块扣卡，好不好？准备，开始。谁是夹娃娃之神？Go。
Let's go。到底谁才是夹娃娃之神？看看这三个大孩子开开心心换硬币的模样，哎，你们是不是也很想要夹一波呢？好，准备好了，我要第一个来挑战。好，我先用一般那个大众对于夹娃娃机的概念，就是要夹洞口旁边的，他们说会比较容易把它弄进去，试试看会不会。哎，为什么要夹？它爪子马上放开，放开。对啊，它爪子会秒放哎。真的秒放，娃娃机真的很难，对啊，学问很多哎，而且爪子的松紧度对要看它。也第二个能夹到，哇哇哇，好厉害哦！哇，对，两个拍，哇，好赞的，这个夹到是蛮赞的，对啊，当然是赛道的啊。怎么觉得你有种开始自暴自弃的感觉？哎，你这个一下就掉下来了，快掉下来，搞不能跟你讲怎么夹，最后20。这个很好，很好看。哦哦哦哦哦！僵尸不掉，僵尸不掉。哎，你蛮有天分的。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哎，你蛮强的。你吓到我。凭着好运气的凯乐获得两只的好成绩，接着要挑战的是李玉行，究竟他能不能超越凯乐呢？好，现在欢迎选该我。哎，你为什么要选这种大的？因为我喜欢大的条状物。我喜欢大的东西。好棒啊！哎，那如果你今天加重，我要送给谁？送给观众朋友。来哦。好了，我来了。凯乐姐的先夹洞口，先抽洞口旁边的。哎，他现在只帮你塞好了两只，这两只都夹到心里就稳。差太多，好像会中，好好。哎呀，感觉有机会，好像可以。我这样大的一只可以抵挡两只吗？不行。我觉得北极熊真的超可爱，我觉得可爱。跟可能跟自己吧。没了没了，他的最佳位置没了。那跟谁最好？最好最常联络。最常联络的话，应该是师兄啊，毕书尽。是是是，因为我们认识你嘛。有私下常出去吗？就私下比较会出去。私下比较会出去是陈也。陈也对，陈也真的蛮常出去。等一下啦，哎，对，就是要这样嘛，对，聊聊聊聊天，聊聊天嘛。聊聊天。那，最近有你的电话号码吗？有。有什么？有啦，有。不敢问了。那你有？嗯。自己来夹娃娃吗？私底下。自己好像没有。我还有。好险！头好痛哦。是。那你平常会跟女朋友出来逛街夹娃娃吗？不太会，夹娃娃真的是比较少。我有一次有印象的是，就是跟朋友小酌，然后结果就是喝了微醺之后有夹。夹得到？有夹到，但是我不知道我花了多少钱，感觉很那一天就是很开心，所以就是去塞一些，钱都花完了。真的是要给两位主持人大力拍拍手，夹娃娃的同时不忘问问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可是说老实话，玉玺的夹娃娃功力还真是有待加强，最后的成绩真的只夹到一只。压轴登场的玉成究竟能不能成为今天的夹娃娃之神呢？我压力大咯，好，我了，好，如果一直
加长发的，这个好笑了。来，开始。哎呦，这个小，这一只看起来好像蛮容易的。对，因为它长得好高哦。这个稳的。哎，直接夹到哎。Oh my god！ Oh my god！海哥，脸色一变。大姐，大姐她，大姐。来来来，来玉玺，你要什么哥夹给你啊？我要那个大的。更大的。拿六个就算。这个我买，我们用买的。好像也会中哎。我会觉得好像。这好像也可以。好了，可以把80块省下来了，我就去喊的啦。哎呀！你好扯哦！哔哔哔，订餐哦！这里有人作弊啦，会不会太夸张？快说你刚刚开路是不是有偷偷贿赂店员呢？既然成败已定，雨辰干脆把剩下的机会开放给他的对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反正等等玉玺可就笑不出来喽。好，时间，好，时间到了，请开始，来，直接开始啊，直接开始，你的舞台了。小小的竞赛，可是这三个人在夹娃娃的过程中瞬间变成小孩，找到了不少乐趣呢。上班要打卡，放假也要打卡，不知道去哪放松心情吗？经过夹娃娃店的时候，不如进来逛逛吧。一起点点名，欢迎特别来宾李玉玺。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玉玺。啊，我们这是新单元哦，新单元同时在鱼版的 FB 直播，所以双直播也看到我们 ，Live 也看到我们。你是第一个，我是第一个，荣幸，第一次就给你了，感觉怎么样？我的第一次也给你们。耶！你们都不感兴趣啊？我很开心。耶、yeah. ！然后我们现在因为通常直播的时候，是他们都会希望我们叫他的名字嘛？对，现在就叫。谁想听？谁想听？哎、欸，那个点名的叫什么？那个叫什么？是叫点名是有一个名称，就叫点名、啊、点名，点名不就是一个名称？网络的术语叫做什么？叫名字哦，不是叫名字，你之前有讲过啊，就是现在从豪来开始报什么的哦，就是一个哇，随便报名牌，对，就是叫名字，叫名字，嗯，来宾先叫，来，哎、欸，这也看得到嘛，对不对？我们这也看得到，好幸运哦，被他点的。来，黄俊佳看得到留言吗？黄俊佳，我看到你们了，我们看到你了。丽君会不会太酷了？对，我们电视比直播快。哦，电视比较快。哦，电视比较快。对，因为我们之后，你待会我们会有三样你的东西会送给我们的粉丝，你到时候要点三个。好，嗯，你可以先看一下。所以我们现在要。那换我点了。好，怒点。轮流点一下。叫名字喽。林七红，嗨嗨，林七红，嗨，七红，哎呦，哦，刘小慈，嗨，小慈，嗨，小慈，因为小慈说希望主持人是宇辰和凯乐，让你实现你的愿望哦，嗨，棒棒的哦，哎，我手突然抽筋了，好奇怪，干嘛？哇塞，不打拳了，怎么这里啊？小慈。手抽筋呢，送给你爱心。还有谁？还有谁？哎，我帮你叫冠慈，因为他说毛弟耶。嗨嗨，冠慈。还有，来，我来点一个啊。电视组合，这组合我喜欢。对，就是这个组合，咱们这三人的组合。来，你们好，玉玺，你有机会来苗栗吗？玉玺，你会去苗栗吗？有空的话。你这回答真的很像，你是去苗栗玩吗？还是不是这回答真的很像朋友。朋友问说：“哎，你会今天会去台中吗？”有空的话，很好，他们喜欢这种朋友的感觉，很自然。希望可以去啦。对，通常偶像会说希望可以去。对，希望我跟公司商量一下，没有，有空就去。我不知道他是要我去苗栗干嘛，就是去跟他签唱会啊。目前还没有。对，哎，郑雅欣说玉玺好可爱，雨辰好帅，凯乐好正，你很可爱哦，郑雅欣。好，那这是可以吃的吗？吃的，请吃。还是只是装饰？请吃，我们慢慢吃，慢慢聊。
而且今天呢，我们不是一起去那个西门町夹娃娃吗？今天要送大家雨辰夹到的娃娃。对，送几只啊？送好像三只，对，送三只。哦，送三只，这是你，这是我夹到的，你待会也会送，对不对？嗯。好可爱哦。哎，最近新专辑签唱会是不是都跑完了？对，预购签唱会跑完了，剩演唱会。演唱会超级压力大。演唱会什么时候？蛮紧张，7月14、22跟28。7月14在高雄。高雄，7月14是高雄。7月22台中。22台中。7月28台北。哇，那14快嘞，现在剩不到，剩几个礼拜。死定了。怎么样？一直是还没准备完。还没准备，就对。都还没准备完。哇，但是差不多了。有跳舞吗？没有。哦，是啊。我不太会跳舞。那有什么新的挑战在这次？对，这一次就是有一个什么一个突破的。这次主要比较是因为那个发了第三张专辑，所以他前面一二张的专辑都会比较少能够唱了，有这个机会，所以这次特别是把签唱会改成演唱会的形式。好的，那除了演唱会的资讯之外，我们现在要送礼物，要怎么得到呢？粉丝赶快现在到我们的 FB 留言，然后撩他，撩他，他会选出一个他觉得撩的最棒的，被撩到，对对对，好吗？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对，休息一下。好的，刚刚你有挑到吗？有粉丝撩你吗？有看到哪一个你比较喜欢的？好，我看一下哦。直接大声念出他的名字，听好哦。姓山好了，他说李玉玺不要抱怨，抱我就好。严姓山小朋友，严姓山，你有听到吗？听到的话可以在下面狂留言。所以现在我们是就是选到姓山了，对吗？对，选一个了，选一个。要选几个？先选一个然。然后现在有一二三，然后看姓山要选哪一个，这都是你们的礼物。只有一个有娃娃。只有一个有娃娃。如果幸运的话，就可以选到。你们觉得他应该要选哪一个？我觉得其实都不错，只是其实都还不错的，只是有一个可以得到真的娃娃带回去。对，好，那信山你可以选一个了。如果信山你想要娃娃的话，你想要娃娃的话，你就选三吧。这样问题是吗？我妈妈对你也不很好，信山，我对你很好，信山。真的对他很好。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要等信山留言嘛，因为可是会有 delay， 对不对？对。他会不会？他如果不留言，我就这样一直拿着。信山，信山，你有看到吗？信山。信山小朋友。因为电视比。好，那我们直接帮他决定好了。那我们就三吧。恭喜！直接送我。玉玺送你可爱娃娃，信山。耶，就送你这只啦。送你这只。你把它放到你的外套里，拥有你的味道。塞到裤子。塞进去。抱着就好了，亲一下。你是忘记有开吗？你是忘记了？我觉得一洗越开了。这小孩长大了，这小孩放开了。而且那就是我最近看新闻，听说你的第一次是给外婆。不是初吻呐、啊。初吻是第一次啊。哇。对，是外婆。哇。你干嘛？开心？羡慕吗？怎么样？但是幼稚园啊，不记得。你幼稚园就对，而且是长这么好、啊，是女生主动。在哪里？在哪里亲你？就是在午休的时候。是大家都趴着在睡觉，他一个人。他就说来亲亲。真的假的？真的、啊、真的、啊。哎、欸，我幼稚园也是偷亲女生的。我幼稚园不懂的时候，就是等他睡午觉啊，我就因为在盖被子，我就跑过去，我就把他被子掀开，我就躺在旁边，然后一直看他。然后就从此，那他有吓到吗？他没，他就你干嘛？然后从来他就不跟我讲话，吓到啦！那就是吓到。他就一直有这样看我一下，然后就这样一直看我这样。那你呢？你那个午休，他亲完你之后，他有就是亲好几下，亲嘴吗？啄木鸟这样，但不是那种啊，就是幼稚园垃圾车，你懂？幼稚园这样，这只是这样碰而已。然后他，你都没有拒绝哦。因为也不懂他长怎么样，他长怎么样，就是很像洋娃娃，眼睛大大，对对对，就是外国人的脸，金发，然后就跑去跟我妈讲，我亲你儿子，
然后呢？我妈说真的假的，就这样而已，就没了。可是当天呢，就她亲吻你之后，你们怎么面对彼此？对，就也没有，好像也没有害羞哎，也没有尴尬。她好像没有怎么样，她没有怎么样，我就没有怎么样，所以就走得好前面啊。很早熟，真的。那你除了这个，你有做过什么叛逆的事情吗？因为我觉得你在班上应该是那种乖乖学生的感觉。他一看就超乖的、啊。我是乖的，在学校顶多就是吵。目前我也做过最叛逆的，就翘课去看演唱会，这样。看谁的演唱会？那时候在美国，我们就看 Rod Stewart， 然后我们开车开了八个多小时。我没翘过、啊。而且我是期末考不去，老师说你不来的话，你不来的话就会当掉的时候。好，谢谢。那你就把我当掉，我就去了。你说你没叛逆过，没翘，他说他没翘过课。你连翘课都没有翘过？没有，我都是一直被自己家长那种。再选一个。哦，再选一个。乖。点名跟你讲嘞。一起点点名。点名啊。哎，没点名，瞬间人数少300。啊。你们很进来吧。林秀佳新单元的即时互动好有趣。Viva 过。凯乐乐、玉琪琪、雨晨晨，嗨，我们现在是要狂点名，是不是？然后你可以一边点名一边送他们爱心光波吗？像直播那种。赖蔚成、丽君、严信山、荣荣、郭明佳、刘彦阳、哎、张雅纯、徐志维、哎、曾子瑜、谢明勋，人数变多，真的有用，有用有用，有用有用，快点快点，来一个来一个，我们看会标，爱心光波，这是现在的小朋友，巧云巧云，还有谁？信山、星星。俊佳，哎，人数变少了。我来，有增加吗？增加有增加，来了，来，哎，快变700。信山、演员、荣彩荣、优里、郭宇亮、李宇轩、陈耀轩、魏顺荣、秦叔，通通进来，给你个大爱心，拉不拉不？拉不拉不？人数变多，真的假的？所以你们都不看我们访问，都只要点名而已哦。空爱心也 OK， 就一直点就好了，是不是？丙莹、雅纯，送福利，送福利，送什么福利？还有什么福利？你选一个人。选一个人。嗯。他说玉玺好帅，好迷人啊、哦。以后我们好，那就他。嘉贞，嘉贞，嘉贞。好，来选一张卡片。好，那就你选。你选。以我了。以我了。谢谢。好，玉玺亲自为你留言打气。我是要打字，是不是？现在打吗？你要，你也可以讲出来的。嘉贞，对这边祝福你这人生的旅途上都能够一帆风顺。怎么这么像毕业典礼啊？对啊，而且很真诚，好像个老师跟学生讲话的感觉。好正面啊、哦！希望你搭捷运都有位置坐。哇，这个很棒哎、欸！这个很棒哎、欸！对，搭电梯一按就开门，不用等。很好哦。想买什么就直接刚好打。想买什么都有钱是吗？那喜欢的男生也会喜欢。喜欢的男生会主动追你，好，这个愿望最棒，这个很好，真的。我们又没有时间了，我们又要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玉玺再点名哦，休息一下。再给你动感光波，是爱心光波啦。动感。我要在我的 FB 分享这个，对，来，哎、欸，现在因为现在人数是760，嗯，我觉得我们破千可以干嘛？推开开，破千三个人这样，就我们两个推开，变三个楼模的，太狠了！你们可以留言啊，如果破千想要看我们做什么事情，你们敢留我们就敢做，好吧？请尽量不要太过分就好，好吧？对，合法，不要害我们被警察抓走，合法、合情、合理。我就是按分享和你。嗯，先进新闻，我来看一下新闻多连发 ，biu biu biu， 就就就，好吧，你讲。天雅蔡健雅出席甜点活动，本身就超爱做甜点的她，常常在网络上晒自己做的甜点照，跟好姐妹蔡依林有得拼。没有，我们是不一样的领域，但我们一样的优秀。我非常佩服她，因为其实她做翻糖也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她就是要做一个艺术品这样的。我是要做一个好吃好看的一个甜点这样子。相信不久的将来可能 who knows， you know， 有机会可以合作吧。天雅对甜点的疯狂，可是让她拥有面包及甜点证照。那
现在是不是就差一张爱情证照了呢？你们发给我，你们颁给我，我就有了。所以现在有对象吗？我没有证书，我怎么会有对象呢？你要先，对，好像先要有对象才有证，我不晓得啊，我不知道你在问什么。吃太多 bagel， 等一下吃一吃，你可能会有想法。不过最近都沉浸在甜点事件，天雅却让歌迷等得好急，因为说好的新专辑到底进度如何？快了，我快了，今年尽量 ，OK， 尽量，保证没有，不要保证，就尽量，先尽量。那我其实我已经很痒了，我知道，我已经有一段时间确实是没有。就是发新专辑，然后大家每天看到我一直 po 那个甜点的照片，有些人已经说你不要再吃，不要再 po 东西，不要再烤东西，赶快去回到你的主业。所以我已经听话了，我最近有在，就是静下心来，慢慢的在想下一张专辑。刘书鸿和邵雨薇日前合体现身榜样品活动。皮肤超好的刘书鸿真的是一点都没输给邵雨薇，不过刘书鸿却说，男生保养，其实我没什么在保养，对，所以不是，就是除了50%是天生丽质之外呢，另外50%没有。其实男生其实不太会去注重像什么面膜啊，去抹一些乳液，可是我觉得，饮食的调养跟调理很重要。互动现场让两人提前共度情人节，不知道刘书鸿和邵雨薇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情人节呢？印象深刻哦，你不要看我是跟我吗？哎，如果你是跟我的话，哎，对对对。印象深刻的情人节哦，我倒是一直忘记情人节是什么时候啦，因为其实今天我们就在讲说那个是七夕情人节的活动嘛，结果我搞不清楚七夕到底是什么时候，就是我经常性的忘记情人节是哪一天，对，所以好像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生什么事。我其实也认同雨薇的说法，因为雨薇是处女座，她对爱情其实神经蛮大条的。对对对，所以您在那星座专家吗？没想到连星座刘书鸿也是略懂略懂。那对于他的绯闻对象母羊座的郑英生有什么看法呢？母羊座的哈，就是我觉得就像 Chocolate BB 一样，外面要有一个糖衣哦，外面感觉甜甜的，然后吃下去的时候很好入口，对，要补充精神。好懂我，对。对，我不要去解，就是，不是你在笑什么？我很认真在解说。我觉得跟另外一半的相处其实蛮重要的是，第一个一定，不管是哪一个星座啦，我觉得都一定要个性要合，然后有共同的兴趣，对，然后还有共同喜欢，不管是饮食方面还是运动方面，我觉得这个方面都很重要。所以不管是哪一个星座，不管是处女座也好，母羊座也好，我觉得相处才是最重要的。不过下个月七夕情人节就要来了，不知道今年的情人节邵雨薇和刘书鸿要怎么度过呢？可能就是拍戏度过，天哪！然后收工的时候应该就会跟我家的阿比一起度过。今年刚好我的生日真的就在剧组度过，然后情人节的时候因为刚好也是下礼，今天礼拜天嘛，我也不知道今天礼拜几，今天礼拜天好混乱。对啦，因为刚好都是在工作度过了，所以就没有想太多。I'm Aaron, nice meeting you guys. First of all, I love the way you dress. I love the sandals.Yeah, pretty cool. 袁咏伦现身大英博物馆展览，向来充满知性的他，对于各项展览也是略懂略懂。这次逛展可是收获满满。比如说里面有一些巨型的三叶虫啊，他们是正在就是交配的时候堆叠起来的时候，因为太多人，所以窒息而死。那其实，在某方面还蛮羡慕他们的，因为他们是在人生最开心的时候，就是被灭绝这样子。那我希望就是大家来这边也可以带点一点诙谐的视角啊，也可以带来一点吸收学习的视角来看这个展览，这样很多动物。有一个猩猩的标本。讲到大猩猩这么开心，全因为近日他跟网友比战，用上了大猩猩这个词，引发不少讨论。我自己的看法，我也是猩猩演化而来吧，我也是猿人演化而来，所以。对，大家看赤木刚宪的时候会觉得他被丑化吗？我觉得猩猩是非常有 power。
就是很简单 obvious， 我觉得现在人类太 tense 了吧，好紧绷哦，就是能不能轻松一点这样子。向来什么都能聊的 MP， 对于 NBA 球星的球员交易也是有他自己的独到见解，却没想到跟网友引发比战啊。那我觉得这个人的意见，大家可以放松一点去看待啦，就像我可以说我不喜欢吃橘子，因为它要剥皮是一样的道理。那我不觉得说我讲的话有这么严重，因为就是像是就是彼此之间在讲一些比如说朋友之间在讲干话这种的，对啊。那至于因为有一些网友是自己先用一些比较不客气的语气，那我觉得我也不用去太过于礼让这样。생일축하합니다생일축하합니다사랑하는코카콜라생일축하합니다毕书尽出席可口可乐五十周年活动，身为品牌粉丝，这次接下代言让 B 直呼超开心，因为历年的代言人可都是巨星等级。之前我知道是五月天啊阿妹前辈才有可口可乐的代言，所以我相信应该 Yoga 跟831都觉得很荣幸啊，跟我一样一听到要代言可口可乐的时候，其实是我觉得马上就打电话给我妈还有弟弟，然后就说你儿子你哥哥要代言可口可乐，开心成为品牌代言人，尤其现在还能在包装上看到自己，让 B 觉得超新奇。不过一样出现在包装上的还有林宥嘉和831，不知道 B 私下会不会偷偷比销量。没有真的去比较了，也希望是整个款我们这一款都是卖得很好很好这样。所以看到如果不是自己会有点神奇，也不会啦，也不至于这样，就是有一点失望这样，就觉得好玩。除了欢庆可口可乐五十周年，B也即将迎接29岁生日和出道8周年。B一方面表示开心，却心情有点复杂。我其实刚刚来的时候有在音乐平台上跟我的粉丝们互动，然后就大家都有在祝福我说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然后一直叫我B叔叔，B叔叔。大家很可爱。八大采访组采访报道。好，现在要来抽奖啊！要抽我们上次夹的娃娃。雨辰夹到的，对，厉害，超强，而且这个娃娃不但可爱，它摸起来超 Q 的，超 Q 的哦，很疗愈。好，那怎么得到呢？来，我现在这边有，直接抽出咱们的幸运儿，就是有下载我们娱乐百分百 APP 的人才可以得到。来，我直接按哦，抽出幸运儿，到底是谁呢？等了等了等了，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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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点哪一下？好，有了有了，来来来，我来看一下。恭喜得奖者是郑慧玉，还有恭喜你黄思涵，还有邱之珍，恭喜三位。那我们就随机送了，因为不管咖啡的还是黑白都很可爱。对，恭喜这三位，没错。APP 上面应该也会到时候也会讲，而且会通知，我们会通知你，不要担心。上面，然后一般我们通常不是进新闻的时候，你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今天你们知道了吧？其实也是就一样。好，来进去。啊，你最近干嘛？哦，走。哎，那个谁怎么样？我们会聊一些不能播的。对，聊一些你知道。但是因为今天有 FB 直播，我们就不能聊那些了。对啊。好可惜哦。点名时间。继续点名。对。必须请。嘉明、玉凯、佩明、雨亮、彩金、林玉、嘉彤、怡珍、得意、艳阳、文念、伟山、庭轩、小勋、巧慧。好，你看镜头叫我们三个，真的很好笑。在哪里啊？恭于彩金、林玉、嘉彤、怡珍。哎，你不是念过？你一样，你得意，你往上滑，念上面的。这怎么念？就念伟燕吧。燕山，不是伟山。小薰巧慧，不是华山。D I N H P E I， 好，
好难哦，好多英文耶。然后比较就会很职业倦怠的。对。刘晓慧，这个一点名就破800哎。真的哎，我真的要点，我觉得我们要点到1000。点到一点破800。景维、Long C Candy、陈小军、王子好活泼，我不是在说王子好活泼，哪里王子哪里好活泼？没有王子。你今天一直被攻击耶，人家说你风景，人家说你王子。我知道你们想要引起我的注意。恭喜你，你成功了。还是你有外号叫王子吗？我没有。没有，那真的就在说你。好，俊佳、巧慧、诗婷。喊力气吧，那个韩文。思密达。早上好，思密达。加油。严轩、盛宗。轩云，有人留言说可不可以请玉玺清唱一段？玉玺，你要唱一段吗？好，有感觉吗？没有感觉没关系，可以唱啊。现在850哦，清唱压力大哦。你唱一个就破千了。850个人在看。好。在雨下太重的时候，在独自一人的时候。不要想我，也千万别说想我，我怕会有眼泪滑落，让你误会了什么，但没什么，我没那么脆弱。好听啊，这首歌最近在电台一直狂打，打到我都快900耶！谢谢大家。差一百，再个牛，来，快900哎！别的歌，快歌，怎么唱？快歌。不要讲对你的爱怎么会那么浓烈，天天对你想念 ，every day every night。你会唱他歌？我在 KTV 会唱他这首歌。啊，差50个！你的新歌快歌。巧克力。谢谢你，谢谢你，韩国音乐鬼才 Crush 来台 K 唱，一开唱就带来多首快歌，让现场立马超黑。是气氛就黑炸，但说到 Crush， 绝对不能忘了这首歌。鬼怪演唱的插曲 Beautiful 让他的人气迅速飙升，而首次来台 K 唱 Crush 诚意十足，还翻唱了方大同的夯曲《AAA》，标准的中文加上惊人唱功，简直要让大家耳朵怀孕啦！
FB 粉丝团的人，让我们观看人数瞬间破千，谢谢雨辰的肩膀。但是同时有在看 FB 的人，也要一起看我们娱乐百分百的首播，就是也要打开电视好吗？电视是最主要的，电视第一，然后都很重要。不一样的平台，再露一次肩膀给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好不好？谢谢你们。哇，好 Q 啊！哇，好 Q 啊！哎，请问粉丝人数观看破多少可以看腹肌？破多少？对，可以看腹肌，就现场直接这样哦。破怎样才算高？1000就很高了。破3000。三千就看雨辰腹肌，现看现看，好不好？我们来休息一下，进广告。现买现看。現明天一样是 live， 然后我会送我夹到的角落生物。听说可爱，现在这个很红哎。对啊，好像还有炸虾哦，还是什么，还是钓虾。这个很可爱。角落生物，我夹娃娃夹到的，明天我们一样会送，然后应该也是在脸书开直播。对，一样会点点名。之后都会，之后应该 live 都会直播。对。跟进现在的潮流。但是请记得一定要打开电视。对。然后再用手机也看我们的 FB 直播。除非你真的不在电视前面，那就准你用手机。对，要锁定哦，一定要好吗？然后我们最近呢，就是我在想有什么话可以讲。你先说。啊，对，很多人因为我跟雨辰吵架那集，一直在下面留言，然后你们也在吵架，我们已经没有吵架了，所以希望你们也不要吵架，好吗？来啦，亲一个啦。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这么突然啊？这样可以吗？好不好？不要吵架、啊。对啊，不需要。以和为贵嘛，对不对？我们是为节目好、啊。大家可以一个良性的讨论。对啊。不要再给我讲凯乐坏话，就是你，不要在那边打字哦。很多吗？很多讲我坏话。也讲我很多。是啊。就是你们，不要再骂我们两个了。我们两个还不是为了节目好，想要。对吗？你真的想骂我们吗？游戏王很精彩。不是这样，对不对？谁不认真玩游戏？谁不认真做节目？对吗？干嘛干什么去留言呢？真的是留好的嘛？哎、欸，还有狼人杀啊！对，太认真了。大家你们好认真看哦！你们这样骂到以后来宾都不敢来上我们狼人杀了。你知道我上次玩狼人杀，我认真的胃痛哎、欸，因为我知道那集一定很多人看，会很多人在下面骂人，然后我就认真到我胃痛，回去胃溃疡快要一个礼拜。不然你们来玩啊，你们来玩啊，玩玩看，压力多大？难。我玩一个游戏，我还要因为你们的压力还怕被骂，我还玩游戏都不能好好玩。为什么？是吧？那是什么枪啊？因为我也不知道。闪灯啊。对吧？大家开开心心玩游戏、录节目，好不好？留言留一些正面的。没错。真的。然后我现在再来预告了，明天一样也是 live， 然后等一下播的 MV 是李玉玺的《没那么脆弱》，大家晚安。没那么脆弱。拜拜。